买 video 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张傲人，很开心这次跟小俊姐合作。那因为以前从来不认识她，但是小俊姐很棒的，就是她给人家一种非常自然、非常舒服的感觉。那其实有时候也不太需要去有一种联络感情的过程，好像我们见面的第一天，好像就认识一阵子的感觉。在戏里面嘛，我们大部分都在吵架，这还蛮好笑的。但是就是在这样吵架的过程里面，你慢慢也会去脑补出一些好像真的小时候我怎么样长大的那种过程，那很有趣，很好玩。我说老实话，一开始没有，因为可能算是认识老师吧。对，但是拍了之后压力就这个哇爆，因为一开始也知道说，刚开始拍给自己太多压力没有什么用，那就想说好，我就专心的，就是老师怎么讲我怎么做。那的确也就是哇，真的一开始拍了之后，老师就会给很多要求，真的会重新去审视自己说，哇，自己真的还是有很多非常不够的地方，都中间很常被老师骂，哇，骂到臭头。但是虽然很挫折，但是心里还是觉得很感恩，因为我觉得这种机会非常的难得。所以有被妈妈哭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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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根本没时间让你哭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那是你连对不起你都说不出来，因为你会有一种觉得，你讲对不起干嘛？你跟谁道歉？你赶快做好就对了。这么多人，五六十个、六七十人在等你。所以当老师骂完之后，我都只会说好，老师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然后我再试一次。这样最常对我讲的是，看，叫有人过来看一下，叫有人过来看。然后哇，我就嘣嘣嘣嘣嘣嘣嘣，那跑去老师旁边看。然后这种算和缓的，还有那种就是，看，然后安静一阵子，我就在那边不敢动。老师大喊有人。然后就再演一次。我还记得他在第一天吧，最严厉、最凶的那天，凶完之后，他就私底下跟我说，就突然变得超和蔼。老师就说：“要人啊，有时候我们只要想一下，你每一颗镜头要想一下，你不要 NG 这么多次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在等。好，你今天回去该想的想啊，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。”好有压力哦。然后我也回去就想说，好，我可以找人加油加油加油。然后隔天再去，我又是一个全新的人，就当天又骂的臭头。现在可能心态比较健康一点，挫折归挫折，但是会告诉自己说，这就是成长。很多地方都蛮多次的，真的不怕讲，最多我记得20次，快20次。那天是艳阳天，所以所有的人在那个停车场，你知道。哇，我真的觉得，真的对所有工作人员很抱歉。安吉鲁，我警告你哦，你如果敢抛弃妈妈去大陆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我马上死给你看呐！你是用我新买的那个内罐肥皂洗的吗？对啊，好香哦，来亲一个。这里面不能喝酒的啦。我知呀，哎，不过伊人。人艰苦，哎，无啉下肚艰苦，冻袂掉。不行了，别啦，我你行，我跟。买 video 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张耀仁，我主演的直剧场二卓剧场的《谁说妈妈像月亮》会在买 video 播出，记得锁定买 video 哦。